火过大年，过年期间大家大鱼大肉吃了不老少，对不对？今天带大家吃一家西郊神级麻辣烫，我一说你们估计都知道是哪一家，一块钱一串，人均十五。吃到时候我一起去看看吧，走走走。差不多，老子又忙。哦，我说蓝莓绿菜呢，绿菜是在你这加的，生菜、菠菜、油麦菜，一个麻花，一个油条，一个粉带，一个砂锅面，一个米饭，多少钱？走走。72。72啊，麻辣的还是三鲜的？麻辣，好正。这是胡椒是吗？花椒，花椒，蒜要，蒜要，都要。芝麻酱多来，这是纯芝麻酱还是？差不多了，不敢 hold 住了。油辣子多来，够不够？够够够够够，没得很。米饭吃完可以试吗？可以试啊。哦，行，我不等我妹了，我先吃了，先搞起搞起，这看着太爽了，我的妈！看着肥牛，哎，他们家芝麻酱给的也太多了吧，我的妈！先搞一口肥牛，黏糊糊的芝麻酱，吃了一口芝麻酱，哦，这家好火，这家我现在5点来，你看里边人多少？嗯。啊，这是啥？油豆皮儿、腐竹。哦，还吃起来味道贼足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么多料，它能味道能不足吗？吃个豆皮儿啊！我小时候吃麻辣烫可爱，太爱吃豆皮儿海带了，以至于长大了以后都不敢怎么吃豆皮儿跟海带了，吃顶了。嗯，头发里边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我们这吃了70多，关键要了一份肥牛半斤呢。年糕糯叽叽的，我以前不爱吃年糕，后来发现年糕超级好吃。这片好吃的可太多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西郊也是有很多这种神级宝藏馆子的。这一片全都是老居民区，还有一个医院，所以附近好吃特别特别多。你跟着小朋友在一块玩，好几个还都是我的小粉丝，特别可爱。哎，你好，咱俩能拍个照吧？可以可以。我媳妇喜欢。那咱俩为啥要拍照？好，谢谢谢谢，多多点赞。哎，海带。拍着了。嗯，这海带好用。为什么海带可以做成这么多形状？有海带结、海带丝、海带片。好厉害！嗯，好好吃，大口吃。我最爱的粉蛋啊，这块好有生活气息啊！阿姨、叔叔、小朋友们，特别多。他家这个麻辣也不是非常非常辣的那种，但是因为跟芝麻酱一柔和，显得特别有复杂的层次感。你们有没有在麻辣烫里面吃麻花？绝了，我跟你说一定要吃。嗯，尤其那种刚吸饱汁儿又劲道又有汁儿的那种麻花，泡面永远的神。单纯评价主食的话，麻花第一，粉带第二，米饭第三，泡面最后。那泡面煮的有点太软了。嗯，谢谢我妈妈，不吃了。你跟我说5分钟就到，结果呢？你是5分钟才出门吧？那天我就拼车来的。下次别拼车了，姐给你推荐一个软件花小猪，春节上花小猪打车，还能参与校队献金活动。2月7日到2月16日，集项脸银黄金，参与必得现金，最高666元哦。还是得靠你姐，姐给你加个毛肚，你最爱的鱼豆腐，还有你最爱的豆柱。可以。飘飘，今天吃了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夹一个。嗯，油条太好吃了，我的妈！油条第一，麻花第二。你们吃过花蛤没？豆腐串儿就超级好吃，贼吸味儿。我单吃这个都能就俩馍。你们吃麻辣烫这时候吃什么主食啊？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我还有微信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就拿一个冰粉。嗯，太爽了。我是72，我应该剩了有12吧，剩了一碗泡面，剩2块钱。